最主要就在讲我们整个过港社区啊，从早期登刷柜台玩啊，那些他们早期那些过来来到暖暖这个地方，他们的一些故事，我们的渡船头他们是怎么样来到，这是第一代的移民。瞧，这边就是警察宿舍。哇，哎、欸，到哎、欸，好近哦。对呀、啊。特别啦！他们在做什么？